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U 是这个向量 ，V 是这个向量，这两个向量平行啊，那么 T 等于多少？我这把它乘以 T， 把它乘以 T 啊，然后呢加下来 U 加上 TV 啊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一减 T， 啊负二加上三 T。那二减二 t 啊，他说跟这个平行嘛，哦，跟它平行，所以他这个分量成比例啊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一减 t 除以二，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负二加三 t， 啊除以三呢，啊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这个。二减二 t， 啊除以四。好，那我就开始联立啊。这个的话等于多少？这个可以约掉二，就二分之一减 t 啊。那二分之一减 t 跟这个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个可以省略啊，因为这两个一样，所以就解这个方程式就可以了。然后给它交叉相乘，三减三 t 等于负四加六 t。移过去，九 t 哈等于七呀，所以 t 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九分之七。